世界各国公主颜值大比拼，夏洛特公主呆萌可爱，西班牙公主气质加夏洛特公主，全名夏洛特伊丽莎白戴安娜，剑桥公爵威廉王子和公爵夫人凯特米德尔顿的第二个孩子，第一个女儿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最宠爱的曾孙女，她年龄不大，酷似女王的表情包成为了媒体的焦点，加之性格非常开放大胆，在任何的公共场合都可以收放自如，莱蒂西亚王后美貌享闻于世，她气质好，会穿搭，两个可爱的女儿也完全遗传到其漂亮的基因，其中遗长女莱昂诺尔公主气质最佳，她的五官极为的精致深邃，头发散发着迷人的棕金色，简直美出天际。索菲亚公主又因西班牙索菲亚公主、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和王后莱蒂齐亚的第二个孩子，莱昂诺尔公主的亲妹妹。由于母亲莱蒂齐亚王后是皇室的时尚偶像，索菲亚公主在母亲的熏陶下，她已经继承了良好的审美品味，美的如同精灵般。夏洛特·卡西拉奇，摩纳哥公主，美国知名女演员格蕾斯·凯利及摩纳哥的兰尼莱三世的外孙女，社交名媛，马术运动员及记者，她的五官极为的冷艳迷人，独特的魅力令人不爱不行。萨拉玛公主是迪拜公主，父亲为迪拜酋长谢赫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，母亲为赫德王妃，小公主遗传到父母的高颜值，五官美到简直就像是画的一样，在眼影和睫毛方面并无过多修饰，简洁细致的上下内眼线勾勒出萨拉玛公主深邃立体的眼睛，简直美出天际。佳子公主是现任日本天皇明仁的次子文仁亲王的第二个女儿，眉目如画的她被誉为日本皇室最美公主。由于日本皇族没有姓氏，而且佳子内亲王之公家为秋小公，虽然佳子内亲王并非会冠上公号的公家当主，一般报道仍以秋小公家子称呼，除为头戴皇冠的佳子公主，一颦一笑颇具公主范，著其文解密源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Thank you.